器型啊。这比你根据图片这时做的三分钟做的容易做的，是吧？三分飞，这个很别扭，这个话说，这个器型应该不是这样子做的，这个应该好好参考一下，但是粘稠，哎，胶干了吗？胶干了吗？基本上干了。干了，拆了去。你那做的那个图的那器型那个屏，那就不是那样子的屏了。您好像看起来是个啥样子？它是两个线，两个圆圈儿，是我。弧，那是个弧，直弧，那是哪里两个圆圈？这是个弧吗？哦，是弧。就弧的那个柄啊。我知道是它那个柄是两个。不是那个扁形的，它是类似于两个粘在一块儿。我知道中间我再给它划出来一道。看，很难看，你把那个图片照出来啊，就像记录一样。有照片儿？没照片，你找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和它的形式一模一样的那个照片，它作为一个参考呀。